小姨，你喝水吧。大姐、二姐，嗯，你们倒是说说话呀！咱爸现在跟这样的女人混在一起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我是觉得吧，就这个……哎，老二，你说呢？ 一张照片能说明什么问题啊？啊，就是，不说明问题。这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？咱爸做菜捯不出手来的时候，咱不也在旁边擦擦汗、打打下手什么的吗？嗯，多正常的事儿啊！别在那儿大惊小怪的。我大惊小怪？大姐，你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？那个姓黄的已经从川江辞职了，爸现在还去找他。 这么维护着他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们也不想想，是装不知道吧？我是觉得吧，就是，哎，老二，你说我现在脑子乱得很，你说，全安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能这么说爸知道吗？爸这么多年了，他经历的事儿少吗？他自己能没分寸吗？你都别在这儿说了，爸回来我们问他好了。是啊，我们都在这儿等他，谁也不许走。 我今天非得问出个究竟来。全安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把话说到前面，你问爸归问爸，爸说清楚就得了。你别这样的啊！你这么做给谁看呢？将谁的军逼谁的功呢？我就逼他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允许你这么没大没小的。他心里有数的。有什么数？我手一指太行山。 有手一指，是。爷，你怎么还没回家啊？你在这。你小姨今儿怎么了？这是。她困了，回去睡了。爸，您坐。是困了吗？刘老大。哎。你怎么也在这儿呢？我马上走。小军谁管着呢？家里头。有人管呢，您先坐。这是要开会呀。 搞得跟六大门派要围攻光明顶似的，说吧，爸，哎，你老实交代，你跟那个姓黄的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们这是怎么说话呢？什么态度啊？这是。 哈哈哈！审上你爸了啊！闺女们，爸今儿开心高兴，喝两口啊！不想听你们说这不中听的，你们都赶紧回家，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说啊！啊，好，好，那就今天说，有什么事非要等到明天说呀？爸，你是不是被那个姓黄的小寡妇小狐狸精给迷住了？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啊？ 你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会说话了呀？什么叫小寡妇？什么叫狐狸精啊？那您自己看，您没事找人家干嘛去啊？你知道后厨都怎么说您的吗？说不定你们早就在一起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这是跟爸说话的态度吗？啊？ 你有病，我就觉得你。我有病，哎，那你现在怎么向着外人说话呢？别急，爸，你跟那个黄牡丹到底什么关系？敢做还不敢当了？什么叫敢做不敢当啊？你会不会说话呀你？我就这样说话，你再敢说话，别吵，别吵，让爸说，让爸说，爸你说话，你这没教养，你行说两句，别叫养你。你说两句，你别叫养你。你没什么向着外人，拍的是我，怎么了？嗯，我告诉你孩子，别把你爸跟那黄牡丹的事儿想歪了，啊，就像你们非要把你爸跟那个小姨凑到一块儿一样，这是你们的想法，不是我的。 奶奶，别生气，坐坐坐下，坐坐坐。老二，你也坐下。爸，您也请坐啊，您别生气。
爸，其实我们姐妹几个就是怕您上当受骗了。你现在社会上有那么多有心计的女人，电视上不是天天演吗？报纸上也说。胡扯！你爸多大岁数了？啊？我见的人多了，好人坏人我分不出来啊。你们要不相信我行，你们自个儿去接触那个黄牡丹，你们看看她是什么人，行不行？对啊。 爸都说了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有他自己的选择，你们干嘛非要强加在他身上去呢？能不能尊重一下爸的想法啊？不是，等等等等等，我没明白呢。二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支持爸跟黄牡丹在一起是吗？我就觉得人挺好的，就算爸跟他在一起了，我支持怎么了？他俩真在一起以后有什么事儿，我戳遍解决。哎呀，我就不信你解决，你解决得了吗？你怎么说的不算？这叫我整天看那个电视里宫斗的戏，还上位之后枕边风一吹，再英明的皇帝他也招架不住啊，是吧，爸？哎呀，大姐，这跟宫斗没关系。二姐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小姨带咱们怎么样？是不是像亲妈一样带咱们这十几年？对啊，
不就是想借此对付小姨吗？你今天就这不停的这么说，说什么呢你？兰儿，你什么玩意儿啊都是！安静会儿。爸，你说句话，如果你跟那个黄牡丹好的话，我就不认你这个爹了。我现在就离家出走。哎，走！你干嘛呢？你要让我走着点，你让我走着，我说你恶心了，我都想吐。别拦着他！你让我走，恶心了，我都想吐了，给我吵的，吵得我真的都想吐了，我服了你们了。哎，兰儿，哎，恶心了。对啊，吵得我真的，我真受够了。你是不是怀孕了？啊，我怀孕了。爸，哎呀。哎呦，我都动了胎气了，我，哎呀！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哎呀呀，快快快快，给弄杯热水喝。这这这这这这，哎，别招他了啊！来来来来，放个红糖。坐下。行了。爸爸，没事没事，我来。别！老大，你有经验，别动了胎气了，到时候。哎呦，我这是大好事。你早说呀！行了，我再也不大声说话，我一大声说话。哎呦，今天真是。思远啊，哎爸，思远，哎，哎呦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啊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您要谢我啊？哦，您是说我打官司的事啊？不是啊，啊，那什么事啊？小薇怀孕了。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全爱，你这干嘛呢？算了，别走了。这二姐怀孕了，大家都挺开心的。她是高兴了，我还不高兴呢。今天这事儿要不是因为她，反正这事儿没完。你真别走了，你走了这个事情就闹大了。我回来了。老婆，你可算回来。哎，别动，回来。哎，你干什么啊？